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今天晚上的课啊。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每次这个听课的时候然后就是打坐的时候闻思修行烧香拜佛等等，做任何善事的之前是一定要这个发菩提心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发菩提心特别的重要。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这个学佛是为了让天下所有众生离苦得乐。那么为了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为了做这件事情，首先下决心我们自己先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大家来学习这个成佛的方法这样子的这个发心就叫做菩提心这个发心就叫做菩提心。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课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呢，也是讲这个坛经六祖坛经，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法，就叫做坛经我们就准备讲这个坛经。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呢，也是坛经的这个智慧品。智慧品虽然这个敦煌版它呢没有分这样子的这个章节但是呢后来的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坛经的版本呢分了这个章节那么按照这个分了的这个章节来看的话，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内容呢仍然就是这个智慧品智慧品的最后的一部分这样子，智慧品的最后一部分。那么智慧品的最后一部分这个当中呢讲什么呢？自心行底以智慧关照这个是敦煌版自心行底。然后呢，这个总包本的有一点点不一样总包本的呢，就是智，对，就是善知识、智慧关照智慧关照。然后呢，这个敦煌版呢，就是自心行底自心行底以智慧关照，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个我们就是这个从这个敦煌版本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实际上其实这两个的内容都是一样的这个这个用词有点点不一样内容都是一样。首先这个般若智慧呢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自己的心的本性。我们现在需要证悟的需要证悟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要证悟什么呢？那证悟，虽然我们讲证悟空心、证悟光明平时都这么讲但是这个光明和空心实际上是什么东西的光明和什么东西的这个空心呢？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自己的本心的空心和本心的这个光明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的它的空心和它的光明这并不是其他的外在的某一个东西的光明和这个空心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空心和这个光明所以呢，这个敦煌版里面呢就说自行自己的本心性底，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本质那么内心的本质，我们要证悟的就是这个那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证悟它呢？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再重复一遍这个就是并不是我们的眼睛也不是我们的耳朵就是不是我们的感官去了解
那么不是干惯啊，那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的意识去这个关照呢？也不是啊，我们的意识呢也不没有办法去关照啊，因为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因为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意识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去思维啊，可以去判断啊，分析等等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啊，全部的这些，这个价值判断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取舍啊，都是靠这个意识啊，靠意识来做决定和判断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让我们的意识啊去证悟啊，去证悟我们的心的本心。那这样子的话呢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呢？因为他能看到的他能够这个感受到的都是我们内心的表面的这个变化。表面的变化呢就叫做情绪情绪的变化，他知道的就是这些了然后呢再往里面呢他是没有办法深入的。没有办法深入，这跟我们前几天已经讲过好几遍了。那这个时候呢，用什么东西去这个证悟呢？那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意识我昨天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的意识就是每一个念头无数的念头贯穿连接起来以后呢这个就叫做这个意识叫做意识。我们大乘佛教讲阿赖耶识讲阿赖耶识，小乘佛教不讲阿赖耶识，然后呢大乘佛教里面的一些个别的这个宗派呢他也不怎么强调这个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应该是什么呢？那这个就叫做意识流意识流。那不管是意识流或者是阿赖耶识实际上呢是无数的，尤其是这个意识流是个无数的念头无数的念头连贯连接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它就是就变成了一个系统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系统的东西了。那么这就叫做意识流。那这个每一个念头的背后也不叫背后念头的这个深处呢就是有这个智慧。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比如说念头它好比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呢就是隐藏在这个每一个念头的这个最深的地方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好比是我们人的生命一样。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智慧这智慧用这个智慧来征服这个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这样子。我们一个人的这个24小时的这个呼吸我们人的这个正常人的这个呼吸呢大概就是有26000多次。这个呼吸，然后这个呼吸里面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呼吸这个呼吸当中呢气当中呢有一部分呢就叫做智慧气智慧气就是修心的人修气脉明点的人就把这个26000多次的这个呼吸当中然后就把这个智慧的气提炼出来。提炼出来了以后呢，通过这个智慧的气打开这个气脉明点然后去证悟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不修这个密宗的气脉明点的话呢，然后我们也就是一样比如说这个26000多遍多次的这个呼吸当中有一部分是智慧气。同样的我们每天就不只是26000多无数的这个念头当中也有一部分也一部分的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这个念头的
啊，神厨啊，他最神的地方啊，比如说啊，这每一个念头啊，假如它是一棵树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树枝啊、树叶啊这些呢啊，就是表面的啊，看得到的啊，那么这些都是情绪啊，这些都是情绪表面的啊，然后呢，就在这个地下的啊，它的最深的根啊。我们看不见的啊，那么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念头的这个根呢啊，它是智慧啊。然后，假使念头就是一棵树的话，看得到的啊，这个树叶、树枝，这些都是啊表面的现象。但这些下面呢，在根神的地方呢，有啊每一根树啊，每一棵树它有一个根神的啊，这个根就在这个地下啊。同样的，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啊，它的表面的这些呢啊，就叫做烦恼，然后就叫做情绪啊，是这个我们平时大家都非常不喜欢的啊这些杂念啊这样子。但是每一个杂念的最深的地方啊，就是智慧啊，这是智慧。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啊，我们把这个每一个念头当中啊，就把智慧的部分啊，智慧的部分啊，提炼出来啊，然后提炼出来了以后呢，用这个智慧去啊，去这个证悟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提炼的方法是什么呢？具体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啊，刚才讲了密宗啊，它有这个气脉明点的方法，也是一个非常快捷的路啊。然后呢？大圆满啊，他根本就不修气脉明点啊。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密宗都是修气脉明点的啊，不是的，大圆满是完全是不修气脉明点的啊。然后呢，他有他的这个方法，用他的方法去啊，这个把这个智慧提炼啊，这样子。然后禅宗的这个方法呢，没有其他的，没有气脉命点，没有其他的啊，就是去做禅啊，打禅，然后呢就把这些杂念啊沉淀啊沉淀下来，沉淀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智慧啊，逐步的啊，就会明显啊，会明显啊，会显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证悟。那这是他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个啊智慧去这个感受啊我们的心的这个本心啊这样子。但是我们啊，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开悟了啊，开悟了，真正的证悟了。那么真正的证悟之后还要去修啊。那么这个阶段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那这个时候是也是实际上啊，这个阶段当中的啊，这个我们的修心呢，实际上也就在还是在这个意识的这个范畴啊之内，还没有超越这个意识的范畴。虽然我们是用了这个意识当中的智慧的部分啊，但是这个智慧的部分呢，因为它是意识当就存在于意识当中，所以它是无常的啊，是变化无常的。真正的智慧呢啊，不可能是无常啊，所以呢，我们的心的本心佛心是不是无常的啊？然后我们所提炼出来的这个智慧呢？啊，是无常的，所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无常的东西啊，去感受一个不是无常的、超越无常的东西啊，所以是不很难的，所以还没有达到这个菩萨的第一谛啊，一谛之前的我们的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个证悟啊，所有的这个证悟啊，都叫做感受啊。就都叫做感受啊，就是一种感受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是在用这个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呢，刚刚讲它是无常的，所以这个无常的智慧呢，它比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情绪和意识呢就是强多了。所以他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深层次的东西，但是呢，
他自己啊就是无常的啊，所以呢他是没有办法直接啊感受到这个佛心啊，没办法感受到，只能啊就是只有到了这个菩萨的第一谛的时候呢，然后就是部分的啊部分的佛心啊，那个时候他就感受到了啊，可以说感受到真正的直接的感受到了部分的啊一部分的这个佛心啊，这样子佛心它本身是没有啊，没有那、啊、不能说一部分或者整体不能这么讲，但是呢，从我们的这个真悟的角度看呢，那就也可以是只能说是一部分啊，那个时候真悟了一部分，但是它虽然啊是感受啊，它虽然是感受。还谈不上真正的真悟啊，但是呢，平时我们，比较这个啊，就是这个真悟呢，也可以这样子讲，光疑和瞎疑啊。光疑是什么呢？光疑就是还没有真悟，这个还没有到达菩萨的第一谛啊之前的这些开悟啊，这些开悟啊，都叫做开悟，都叫做真悟啊，这是光疑上的真悟。然后下一的真悟呢，然后就是光啊、这个真悟和感受啊、是要分开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到这个菩萨第一谛之前的所有的，无论是大圆满的真悟啊，禅宗的真悟，任何种的真悟啊，都是一种感受啊，都是一种感受，还谈不上真正的这个觉悟啊，这个时候呢啊，就一种感受，但是这个感受呢啊，跟我们的平时的这种感受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平时我们的感受呢，就是痛苦呀、快乐呀啊，或者是物极呀啊等等这种感受啊。但是这个法界啊，或者是这个光明的这种感受呢啊，跟这些东西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些都是理论啊，理论上是这样子，这些实际上我们要知道这些啊，要知道，但是呢也不是，这对实修来讲呢也不是很重要了啊，只是我们能够证悟就好了，到底这个是感受还是什么，到底是我的意识在证悟呢，还是在智慧在证悟呢，那这个无常的智慧怎么能够这个证悟这个永恒的佛心呢等等啊，这些都是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呢啊，我们也知道一点啊还是有用的啊，但是实修啊的时候呢啊，这些都不重要啊，这些这个是意识也可以，智慧也可以，都没关系，只要你能够证悟啊就可以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意识证悟也可以，或者是智慧证悟，能够证悟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关键的啊，最关键最需要的啊，就是真悟。那么这真悟呢啊，就是宗宝本当中就讲啊，智慧观照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什么智慧呢？就是我们意识的深层次的这个智慧啊，提炼的方法啊，就是我们比如说炼釉啊一样，比如说就这个汽油的加工是一样啊，燃料的加工一样，就是要沉淀啊，或者是我们简单的说，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比如说污水处理啊，或者是比如说浑浊的水啊，就是不懂的时候呢啊，让自己沉淀啊，逐步的变成了清澈的水一样。禅宗的这个方法呢，大部分都是啊，就是禅宗也就是一般的普通的，尤其是像深修大师的这种方法的话呢，那就是要先这个沉淀啊，沉淀了以后呢，它就比较容易啊这个证悟啊，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证悟智慧，这个智慧啊，这个里面讲了智慧观照啊。但是我们这里面没有讲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呀，智慧到底怎么我们这个智慧在哪里呢啊，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啊这个智慧呢，如果没有智慧呢，那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观照，没有办法观照的啊，那这个智慧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啊，所以
所以所以这个如果是没有啊，比如说像我来讲这个坛经啊，实际上是没有资格讲的啊，严格要求，严格意义上讲啊，为什么？比如说从藏传佛教的角度讲的话，没有资格讲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传承啊，没有传承的话，比如说这四个字智慧观照怎么揭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揭示了啊，所以我都很担心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禅宗的这些端层了以后啊，比如说禅宗它本身啊，如果假设啊端这个传承端层了的话，那后面的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这怎么去解释啊，不知道，我们就知道这个字面上的内容，我们知道啊，就是用智慧去关照啊。但是智慧在哪里呢？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智慧呢？啊，就往哪里去寻找这个智慧啊？这些都是很难的，所以呢，这个是没有资格讲的啊。但是那为什么讲呢？但是我刚才前几天也讲过了，这因为这里面讲的都跟这个藏传佛教的大圆满和大熟音啊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呢，因为这些啊大圆满大熟音的这些啊理论呢、啊、这些方面呢 啊我是比较了解的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啊这些字啊是完全是没问题的啊，所以呢善知识智慧观照啊，这个每个人谁都能够讲，比如说智慧啊，就用智慧观照啊，这个很大家都知道。但是具体的方法啊，智慧从哪里来啊？那么这个呢啊，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资料的话呢，那就是很难了啊。那禅宗啊，它就有自己的方法啊，打坐，然后就是这个禅滑头啊，或者是这个念佛，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啊，就去看啊，念佛者啊，念佛的是谁？谁在念佛啊？就是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啊，去这个去寻找啊，这个最后的这个智慧啊，这样子。然后秘法呢，那就是有很多很多太多太多的方法啊。不管怎么样啊。是用密宗的方法也可以，用这个禅宗的方法可以，都可以啊，只要能够找到这个智慧就可以了。拥有这个智慧以后呢，然后用这个智慧再去证悟，再去了解啊这个心的本心啊，然后呢打直上啊就能够感受得到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啊，刚才讲过了啊，严格意义上讲这就是一个感受啊，就比如说这个密宗里面呢就讲了这个证悟呢，它就分了几个这个阶段啊，现在我们讲的是第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啊从地球上啊看这个月球的时候呢啊，站在地球上啊，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啊，虽然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啊，也就是比其他，比如说比图片啊，比照片啊，看得更加的清晰。然后呢，比如说就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真正的这个月亮啊，从来没有看到过啊。然后呢，只看到过这个这个月亮的图啊，月亮的图。大概这个图上面呢，大概了解啊，月球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体啊，大概可以了解。但是呢，在智商化的这个图跟啊真正的这个月亮呢，然后当然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区别了啊。但是呢啊，这个智商的这个图通过这个图片啊，大概就可以知道哦，月亮原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一天我们证悟了啊。初步的真悟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呢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图啊去了解月亮啊一样啊，这个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距离很远的啊。但是呢啊，之前啊，比如说他没有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呢，他根本就不知道月亮是什么东西，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啊。那么看到了这个图以后呢啊，之前呢就是
只是讲啊，听说过月亮是什么什么样子啊，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它是具体的东西。那么看到了这个图片的时候呢，虽然也还没有看到真实的月亮，但是呢，通过看到了这个月亮的图啊，通过这个图就大概可以了解啊，所以我们的第一步的啊，初步的证物呢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呢，在这个下移的啊这个意义上讲啊，还不叫证物。真正的证物呢，就是一滴啊，以后呢才叫做这个证物啊。但是光移啊上降啊，那么这个之前的方式啊，不是通过逻辑啊，不是通过逻辑方式，不是理论的啊，就是自己的体会啊，那就都叫做证物啊，都叫做证物。比如说，不是通过理论上了解空性和光明啊，然后就不是通过逻辑的推理了解啊这个空性和光明，而是自己的感悟啊，就是自己的感受啊，感受到了这个空性啊。比如说，我们用语言去描述啊，去描述啊这个巧克力的味道啊是什么样子。啊，或者咖啡的味道什么样子啊，和我们自己去尝啊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在这个闻思嗅三个当中啊，通过闻思的这个阶段，我们了解的呢啊，都是通过语言去形容啊这个咖啡的味道的时候一样啊，就是根本就自己没有任何的感觉啊。然后呢，这个真悟的时候呢啊，大概就是。啊，去真实的啊，就是真实的啊，去这个吃或者喝，真实尝到它的真实的味道啊，一样。那个时候呢，从此以后呢，可以叫做这个真悟啊，这些都是理论跟实修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但是呢，我想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一下，因为这些不了解的话呢，到时候我们可能是也会有很多的理论上的困扰。啊，解决不了的话，那就是很到时候呢，也有太多的疑问啊。那自己到底会不会真悟呀？这真悟到底是不是真悟呀？或者是个什么样的这个？最后就是啊，没办法确定啊，自己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啊？所以这些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那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讲。以智慧观照，那观照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观照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它观照了以后啊，它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啊，然后就是四个字，这四个字特别的重要啊，内外明澈啊，就这四个字了。这四个字呢，宗宝本啊和这个敦煌本啊都是一样的。内外明澈啊，内外啊，就实际上就不太重要了，大家都知道啊。主要的就是明和澈啊，明澈，明澈啊，就是当我们去真悟的时候啊，真悟的时候呢，真悟了什么东西了呢？啊，就是说我们的心啊，就是主要是我们的心啊，心的内。外啊，这个时候没有内和外啊，没有内外之分。然后呢啊，就感觉到了啊光明啊，但是呢又回到光明了啊。那光明是什么呢啊？然后呢又回到空性了。空性是什么呢？然后又回到光明啊，什么其他这几个词汇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啊，就是反正我们自己没有体会的话，语言讲就这些了。啊，所以就是啊，不可思不可言，也就这意思了。所以呢，但是呢，他已经是啊讲得非常清楚了啊，这应该说是很清楚了。内外这个明澈是什么意思？尤其是这个澈，就是清澈啊，清澈，就像一个清澈的水一样啊，就是比如说啊，这个空中啊是有空气的。有空气啊，弥漫了空气啊，但是因为这个空气的分子啊，它是空气的这个分子呢有两个成分
啊构成的，两个都是啊，两个都是这个都是透明的，所以呢，我们感觉不到啊，它的这个眼睛看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啊，那么我们往里一观照的时候，用这个智慧一观照的时候呢，就像这个空间一样啊，空间一样是仿佛没有任何的东西啊，没有任何的东西，完全就是跟这个外界的虚空是一样啊。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没有任何的阻碍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执着啊，没有任何的执着。昨天不就讲了吗？五年啊，就是无疑啊，无着啊，没有任何的执着了。所以呢，啊，没有任何的执着，就是一个透明或者是清澈啊，透明清澈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形容词啊，它在形容它一个它的一个状态啊。那最终啊，就是还是要自己去悟啊，自己去悟。但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也有几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关键啊。平时我们都是啊，就是刚才讲了，有几个这个词汇呢，就是在佛。这个大圆满也用，大寿应用，禅宗也用啊，大般若也用，大家都在用这么几个词汇啊。但是呢，这当中我们真正的要证悟的话，有一个最低的这个层次是什么呢？啊，这个，之前我们讲过啊，有一个这个《佛说赤人经》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有八个字啊，这个曾经讲过，大家应该是应该记住啊，应该记得。八个字是什么呢？啊，性无有心啊，则曰本经啊。性无有心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我们啊，首先第一个心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念头啊，各种各样的念头，就叫做心。无有心就是无有，就是没有了啊，不存在啊啊，心没有心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里面呢有两个啊心字呢？这意思就是说，表面的现象啊，从这个我们的感觉或者是这个啊，从世俗啊，也就是从显象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有一个情绪啊，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啊，也有念头啊，所以呢，所以第一个字啊，第一个心字就是这个意思，各种各样的念头。然后呢，这个念头啊，如果我们不用智慧观照的话啊，不用智慧观照的话，那它在我们的面前啊，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啊，非常真实的东西。所以呢，它平时啊，让我们快乐，让我们痛苦啊，让我们去做好事，让我们去做坏事，全部都是啊，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如果我们啊，这个，不这个智慧观照的话，那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心。无有心的意思呢啊，如果这个时候每一个念头啊，我们用这个智慧去观照的话啊，观照的话，那么这个每一个念头啊，实际上它是没有念头的，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它是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啊，它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东西啊，都是一种虚幻啊，虚幻虚拟的啊，虚假的啊，这样子，它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啊真实的成分，真实的成分啊，都是不存在的。那深深的这个体会到啊这一点的时候呢，然后啊，你们就证悟了，可以这么讲啊，证悟了性无有性啊，就是说第一个性质呢，就是这种现象啊，然后呢。后面呢，无有性啊，最后的这个心字呢，就是说它没有真实的，啊，真实的念头，没有这个念头是没有真实性啊，没有真实性，都是虚幻的啊，都是现而无实有啊，现而无实有，现而无实有这几个字啊，非常重要的现。啊，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念头，所以这个是现象啊。
观察的时候，智慧观察的时候，智慧观照的时候呢，然后如果我们证悟的话啊，能够证悟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啊，感受到啊，他的啊，他是他没有任何真实性的啊，那这所以就叫做性无有性啊，则曰本经啊，性无有性，这个就叫做啊本来清净啊，所以叫做则曰本经。这四个字啊，就是出现于显宗的这个佛经当中啊，显宗的佛经当中，但实际上呢，密宗啊，甚至是大圆满当中啊，也就是这些词了啊，也就是这些词。如果我们在这些啊，这个这就在这些词啊，这些词汇啊上面，如果不能证悟的话啊，不能证悟的话，现在当下不能证悟的话，那我们啊，比如说，就现在去听个大圆满啊，也不会证悟的。为什么呢？那大圆满它也就这些词啊，它用的都是这些词，关键词啊。它的关键词就是这些了，关键词啊，如果我们能证悟的话，就在这些关键词啊上面要证悟，啊，其余的呢，啊，就是将一些它的过程啊，还有它的这个最后的成果呀，那这些呢本来就不是关键词啊，它就是讲一个这个证悟以后的事情，或者是证悟之前的一些状态啊，那么真正的证悟的这个状态啊，就用这么几个词汇来描述。啊，所以，这些啊，这些词啊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刚才讲啊，这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平时大家都说啊，大家都希望自己证悟，然后呢，有大家也知道有一个证悟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状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这个真悟啊，那我刚才讲的呢，就是一个唯一一个不变的啊，这个理解一个定义啊，对真悟的定义啊，然后这个真悟的定义呢，是初步的真悟的定义啊，然后再往上的话呢，语言就很难啊，就这个下定义啊，就是说真悟是什么呢？可以这样子讲啊，有一天啊，你不用任何的逻辑啊，然后就是不用任何的这个理论啊，仅仅就是靠你自己的感觉啊、感受，然后就是啊，理解到了啊，感受到了心无有性啊，就这四个字啊，然后呢啊，就真悟了啊，这就叫做真悟了。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直接啊感觉到了我们的心啊是现而无实有的啊，用一个中观的词汇讲的话，现而无实有，现啊，它虽然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它不会停止的，不会停止啊，所以我昨天前面我们也讲过了，比如说刹那间妄念。俱灭啊，这个灭也就是不是简单啊，不是简单，昨天讲过了啊，他这个时候呢妄念呢还在继续啊，还在继续啊，所以呢就叫做这个闲啊，而悟实有，就是说妄念虽然啊在继续啊，有各种各样的妄念，但是呢已经抓住了他的生命啊，他的生命已经看见了他的生命是什么啊，他的生命啊，他的最核心的部分呢啊，就是无实有，现而无实有，他没有任何的真实的啊真实性，没有任何的真实性，他就完全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啊，就当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啊，我们就深深的体会到他是啊，这个没有任何真实的啊，完全是一个虚幻的东西的时候呢啊，那这个就可以啊理解为开悟了啊，证悟了啊，完全可以这样子理解。但是这个证悟呢啊，也是证悟也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啊，不同层次里面呢
啊，就是最低层次的真物啊，虽然是最低的层次，但是呢，它也是真物之一啊，也是真物之一。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积蓄啊大佐啊，积累福宝啊，然后呢忏悔，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啊这个真物的状态呢，它会啊提升啊，它会提升，就会越来越好啊。最后呢，就是成为菩萨啊一底的。第一底的这个真物，那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真物了啊。那这个之前呢，还没有到达这个菩萨一底之前的这个真物，那有没有什么用呢？当然是有用的啊。有什么用？有几个方面有用的。第一个啊，它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个菩萨的第一底的境界，但是啊，这个真物完全可以啊消灭啊，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负面情绪或者是烦恼啊，完全是没有问题。所以他，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啊，就是这个，铲除烦恼的种子啊，他没有办法从源头上啊，从本质上铲除。但是呢，啊，这些表面上的这些烦恼呢，他完全是可以啊控制的啊，这是一个。从本质上啊，从这个种子，就连种子啊都消灭的这种能力呢，啊，他还没有到了异地的时候，到了菩萨异地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能力啊啊，这个之前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啊，他可以这种我们平时感觉到的这种愤怒啊啊，这种愤怒啊，这种这个各种各样的烦恼啊。这明显的这个烦恼啊，它完全是可以控制的，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自己特别不开心呢啊，那不开心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不管是什么原因，最后就导致了这个很悲伤啊，很痛苦啊，这种尤其是意识上面的啊，还不是肉体上的，肉体上的呢还要稍微要晚一点啊，这个。意识范围当中的啊，意识的范畴当中的这些悲伤、痛苦啊，那么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用这种真物去啊这个化解，啊，就是有这些这样子的能力啊，所以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那真的是在人生当中起到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啊。那么这个作用呢，我们的比如说世俗的任何的啊东西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啊，比如说金钱啊、地位、权力啊，都买不回来的一个这样子的啊，这非常有意思的啊。内外明彻啊，内外明彻，就这样子了。如果再继续讲的话呢，再深入讲，那就是大圆满了啊。再深入讲，其实也就没有办法再，实际上也没什么深入了。实际上这就是这些了啊。明就是光明了，彻就是清澈了。然后再问什么是清澈呢？那就回答空心了啊。你要知道空心，那空心是什么感觉呢？然后说光明呢，清澈啊。啊，这些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啊没有真悟，自己体会没有这种体悟的话啊，就是没有领悟，没有体会，就这些语言是很难的。所以呢，啊，我们啊大家啊啊一定要这个修加心啊，这是特别重要，四加心和五加心非常的重要。然后就是祈祷上师啊，是我说的上师啊，我每一次说的上师都不是说我啊，你们不要理解错了啊。都是说是像法王如意宝啊这样子的上师啊，你们可能还有其他的上师都可以的。然后我说的上师呢，这法王如意宝啊，当然也不仅仅是法王如意宝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上师啊，还有莲花上大师呀、释迦牟尼佛呀等等等等啊，那这是要祈祷上师，然后就是修四加行、五加行啊，在这样子的这个啊帮助下啊。上师的加持和自己的这个这个积累福报和这个忏悔的这个帮助下啊，帮助下，有一天啊，我们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是智慧观照的时候，就是啊深深的体会到这四个字内外明彻啊，那个时候呢啊，我们自己知道了啊，那个时候用什么样的词汇都可以的啊，内外明彻。
识子本心啊，认识自己的本性啊，实际上这个它的终点就在这个就这个四个字上面了，后面的还不是，就这个内外明彻，就这个啊，识子本性，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本性，性的本性啊，若是本性，即时解脱啊，如果我们认识了自己的心的本性，就解脱了啊。那为什么认识了自己心的本性就解脱了呢？啊，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啊，大家必须明白啊。我们平时呢，我们认为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啊，然后呢，我们为了保护自我的啊，比如说我自己的，比如说我们保护我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利益。啊，各种各样的权力、地位、声望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身外的啊，比如说这个这个财务啊等等，就保护为了这些东西啊，然后就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欲望啊，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欲望啊不能满足的时候呢，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抱怨。仇恨啊，然后当我们发现呢、啊、跟我一样的人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啊嫉妒啊，然后呢我们的身边没有就比我一样的人的时候呢，开始傲慢啊，然后呢啊就是当我们的身边呢有比我好的人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开始攀比啊，反正我们身边的就不能有任何人了啊。任何人啊，凡是有人就让我们就带来不同的烦恼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啊，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啊，这不是这些人的问题啊，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有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身边任何人啊，都让我们产生啊这些烦恼。啊，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啊，内心是没有那么这个黑暗这样子的话呢，那身边有任何人啊，那么他们不会让我们产生烦恼，反而让我们产生啊慈悲心呐、智慧呀、那是这样子的。所以，调整自己的心态啊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我刚才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就一直都认为有一个这样子的自我的这个存在，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啊彻底的看到了啊这个我们自己的心的本性啊。那么这个本性当中呢，没有所谓的自我啊，它完全是一个啊一个。这个语言无法表达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光明清澈这样子的这个境界啊，那么光明清澈的境界，实际上这个才是我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我。所以啊，佛经里面大家要知道，二转法轮啊降大般若的时候呢，然后呢佛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逻辑啊，通过一切可以用的这些语言啊，去推翻否定啊自我的存在啊，自我的存在，然后呢就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然后就用所有的可以用的语言来建立自我的存在啊，然后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啊，但是不是不矛盾，为什么呢？原来啊，第二转法轮当中否定的自我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我们世俗的概念当中的这种自我啊，这个自我是不存在的。然后呢，三转法轮当中建立的这个自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他的这个我。这个我子啊所表达的内容呢，不是一个人啊，就是我们的内心的这个最深处的啊本质啊，光明和清澈，这个就叫做我啊，这叫做我。实际上这个当中呢，没有我自他啊，没有这样子的第一人称、第二、第三人称啊，这些都是不存在的，这些名词都这个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就为了大家能够了解啊，所以这个就叫做自我啊，这叫自我。那这个自我，我们彻底的看到了这个自我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自我它呢啊是没有什么利益啊，
利益的冲突，不会有什么利益冲突跟别人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这个也不会有这种欲望，也不会有这个欲望所带来的这些仇恨和抱怨啊。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也不可能有什么啊攀比啊。啊，这些也不可能了，因为这个当中没有自他，所以呢，啊，就是因为自和他之间产生的这些攀比啊、傲慢呐、啊，还有就是这种啊各种各样的啊自卑啊啊这些心态啊，这些心态都是不存在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所有的烦恼啊都会瓦解啊，烦恼都会崩溃的，啊，就远离。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讲啊，若失本心啊，若失本心，即是解脱啊，会解脱的啊。这个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完全是可以感受到的啊，大家一定要努力。如果我们有一点点这个真悟的话啊，昨天讲过了，一分真悟啊，就是一分这个智慧啊，一分智慧。然后就是就多一份智慧，就少一份烦恼啊，烦恼，因为所以这个少了一份烦恼，少了一部分的烦恼的时候呢，那就是一部分的解脱了啊，这就叫解脱。那解脱啊，我们什么东西不让我们解脱？用什么东西把我们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当然没有别的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烦恼。那么这个烦恼断掉了以后呢，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啊让我们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所以就是解脱了，就是这意思。即是解脱啊，若失本心，即是解脱。即得解脱啊，即是般若三昧啊，如果我们解脱了啊，那么这个就叫做般若三昧啊，般若三昧就是智慧的禅定啊。般若就是智慧啊，三昧就是禅定啊，智慧的禅定。然后我们解脱了呢，解脱以后呢，我们就是进入了。当我们解脱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是进入了智慧的禅定啊，就这意思。即是般若三昧，无般若三昧啊，无般若三昧。我们证悟了这个般若禅定的时候呢，啊，是什么呢？啊，它又叫做是，它又叫做五年啊，又把这个五年啊，就拿回来再讲一遍了啊。这个即是五年，何名五年啊？这个前面也讲，前面是没有讲它的本质是什么啊，就提了一下五年无义。那现在就是说，那到底什么叫五年呢？啊，五年法则啊，五年这个东西呢，是什么样子呢？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啊，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啊，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辨一切处，不着一切处啊，这两句话是非常非常，深奥的，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这两句话呢，可以这样子解释：前面的见一切法啊，这个呢，它是将啊这个它的见解啊见解，然后。辨一切处啊，这个就是讲这个他的见解所带来的行为啊，行为见解和行为啊，一般佛教里面就讲见修行果，讲四个啊，这个当中呢讲了两个啊，是这个是可以这样子解释啊，但是这个禅宗它的禅宗它也许它有自己的这两个字的这个解释的不同的解释的方法，也许有啊，但没关系的，这个也可以这样子理解的，就是说见一切法，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啊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的耳朵呢也照样也可以听到啊，我们的六个感官啊，照样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世界是没有执着的啊，所以呢，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啊，这并不是说我们真悟的当下，这个世界就消失了，那这个当然不可能啊，世界依然存在的啊，世界依然存在，但是呢，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啊不一样了。啊，对世界的态度不一样。对世界的态度怎么不一样呢？没有证悟之前，
我们把这个世界啊，就是当作一个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把它当作真实的世界，它给我们带来的啊，这种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啊、痛苦、生老病死啊，然后有些时候呢，它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幸福和快乐啊，这也不能否定啊，但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它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呢啊少啊不多啊，但是也有啊，很多时候呢啊，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压力啊，很多的焦虑啊，很多的不开心啊，这样子。那证悟了以后呢啊，这些东西之前给我们带来压力、焦虑、悲伤的这个世界呢，已然存在啊，但是我们对它的看法就不一样啊，对它的态度不一样，因为我们对它的态度不一样，所以现在啊，世界仍然存在，但是世界不会给我们带来压力啊，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悲伤啊、痛苦这样子，那是不是也不能带来？啊，这个幸福快乐呢？啊，当然不是幸福快乐，这个时候已经提升了，有更高的幸福，有更高的快乐。那么这个就叫做无漏的快乐，在佛教里面讲无漏的快乐啊。大家不要以为那这样子我们就是变成像木头人一样啊，什么感觉都没有。那这样子这个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我才不想把我自己变成一个木头人这样子啊。很多人是这样，但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这个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啊，比如说一些偏远的啊，偏远的这个贫穷的地方的一些小孩啊，他能够吃到的啊，他能够吃到的甜的啊，也许就只有牛羊的奶啊，或者是田里面的甘蔗的啊，这个甜。其他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巧克力呀，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甜啊，他从来都没有啊尝过这些甜啊，从来没有吃过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啊牛羊奶或者是甘蔗啊，就让他不能吃这些东西啊，这样子的话，禁止吃这些东西的话，他认为他一辈子就没办法吃到啊甜的。啊，他一辈子没办法尝到这个甜的味道，因为他认为甜，凡是甜就是这些，除了这些以外，没有这天下没有其他的甜的啊味道，啊，他就焦虑啊。但是呢，如果不吃这些东西，但是呢还有很多甜的呀，但因为他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啊。同样的，我们就是这个世俗的啊物质啊，刺激了我们的感官啊，以后。所得到的啊，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快乐啊，然后呢，我们认为没有了这个啊，那我就活着是没有意义了啊，我们就是这么认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更高的幸福和更高的快乐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没有这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快乐就这些了啊，我们不认为还有其他的快乐呢，实际上有的啊，还有其他更高的啊，更有意义的啊，这样子的快乐啊，所以呢，快乐是有的，幸福有的啊，但是呢，这些烦恼啊、痛苦啊，是这个不存在啊，所以这个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就是这个世界啊存在，但是呢，比如说我们没有证悟之前啊，对某一个人啊。特别的不满啊，特别的不满啊，就是每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啊，心里特别不高兴，愤怒啊，有仇恨的心啊，以仇恨的心去这个看这个人啊，然后呢，有一天我们打坐的时候，真的就啊证悟了啊，那证悟了以后呢，从你证悟的那一天啊，再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人还会看到的啊，还会看到。但是呢啊，这个看到了这个人的时候呢，你昨天看到的时候跟现在看到就不一样啊，或者是上午啊还没有正午的时候看到，跟你下午已经正午的时候看到的人就不一样啊，或者是用禅宗的这个贪经的话讲的话，那你就是前一年啊看到的这个对这个人的感觉和后一年啊看到这个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实际上不一样呢，
不是这个人的变化，是我自己的内心的变化啊，是我自己内心的变化。这个人呢，已然存在的啊，但是这个痛苦呢，啊，或者是仇恨呢，不存在了，不存在了。那痛苦不存在了以后呢，以什么东西代替了呢？啊，然后就有慈悲心啊，有智慧啊，智慧和慈悲就是替代了啊之前的啊这个仇恨啊抱怨啊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人啊存在的世界存在啊，所以我们啊只要依靠这个肉体啊生存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仍然啊要过这个人的生活，跟之前的生活是差不多的这个生活啊。所以呢，我们为了创造啊自己的这个生存的条件啊，所以呢也要照样的去上班啊，这个朝九晚五呢啊照样要去啊这个去做啊。但是啊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之前的啊这些啊压力和这个痛苦啊，所以这个是这叫做解脱啊。解脱就是这样子啊，解脱呢啊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啊，不是这个世界消失了啊，不是我人自己消失了啊，都没有消失啊，但是呢消失的或者是不存在的是我们的烦恼执着痛苦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若是本心啊，即是解脱啊，即是解脱，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啊。现在大家要努力啊，如果我们能够证悟的话，那我们真正的就是体会到啊，这个禅宗里面讲的啊，这个《坛经》里面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啊深层次的这个内容啊。深层次的内容，每一句话都有非常啊深奥的意义。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这些对这些字的理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像内外名车啊，名车这两个字其实是真的是已经是讲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啊这个清楚了啊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这种感受的话，这种证悟的这种感觉的话呢，那明啊彻呀也不认为有什么很深奥的道理啊，不就是像光明和清澈吗？那清澈呢，水也可以清澈呀，光明呢，太阳月亮都是光明的，这灯光也是光明的，那还有什么什么深奥的道理呢？那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证悟啊，所以就是我们的理解呢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了。所以这个是要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啊打破这些局限啊，特别重要的。即是解脱啊，即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五般若三昧呢啊，就是五念啊。下面的这个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啊，看到万事万物，但是呢对万事万物是没有执着的啊。这个就是讲他的见解啊。然后后面的一个呢。遍一切处啊，这时候呢，我们这个见解啊，前面的这种见解啊，这种智慧呢啊，这个智慧证悟的这个智慧啊，就是遍一切处啊，任何时候啊，我们的生活和人生啊的任何一个时候啊，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地方啊，都这个有这个智慧，也就是说，我们走到哪里。啊，这个智慧就在哪里啊？我们看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啊都在用这个智慧去看，所以呢，它就是遍一切处啊。这个智慧呢，没有不存在的地方啊，没有不存在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已经证悟了啊，所以我们眼睛看到的也可以用这个智慧去看啊，耳朵听到的呢声音呢也可以用这个智慧去啊这个感悟，所以这个智慧呢啊这个啊无处不在啊，所以就是遍一切处啊，但是呢它不着一切处啊，它是不会在这个啊不会。他是不会在这个执着某一个地方啊。那我刚才讲啊，这个是行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众宝本啊里面呢有一句这样子的，是为啊性不染浊
是对，鹤鸣无年啊，若见亦切伐，性不染浊啊，是谓无念。然后呢，后面的一句啊，就是，用即变一切出啊，用啊，用即变一切出，一不浊一切出啊。这个用这个字就是这意思啊。用是什么呢？就是运用啊，这个智慧的运用啊。就是第一句话呢啊，第一句话就是将这个智慧见一切啊，见和用啊是不一样的。见一切法啊，是他的见解啊，讲的是他的见解，他的体会啊。然后用就是说把这个见解啊用到任何一个地方啊，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上面都用啊，都用到这些方面。那这个用啊，智慧的应用啊，就叫做心位啊，就叫做心位。所以后面的这一句话，变一切除，不着一切处啊，就是说。这他的这个心位，就是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首先可以这样理解：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呢，他在任何时候，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啊，还有任何时候呢，他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智慧，有这样子的见解啊，所以他就不会执着。然后后面的一句话呢，因为他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可以应用到啊。任何地方啊，可以应用到所有的这个地方啊，所有是这是什么呢？啊，就是生活呀、工作呀啊等等啊，就用到这些方面啊，用一切处啊，但是他不会执着一切处啊，所以他的心位，比如说我们啊这个工作的时候、生活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啊智慧，用这个智慧去看啊这个世界啊。就用到这个啊，这个时候都可以用啊，但是呢，它不会有执着，所以就是变一切除，不着一切处，这意思了。然后就是说啊，畅净自心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它是永远永恒的啊，永恒的啊，这个永恒的啊，永恒的平清净。啊，清净没有烦恼，光明的啊，这个清净呢，实际上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啊，本净啊，这个明澈啊，明澈就是清净，畅净自性，变一切好。然后呢，下面就是讲啊，这个十六贼从柳门奏出啊，六贼。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的这个眼识耳识啊等等这个六个感觉啊叫做六贼六门啊就是眼根耳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就叫这六个叫做六门然后呢六贼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个这个意识呢啊，六个这个六识呢啊，通过这个眼根耳根等等走出来啊，走出来了以后呢，它就是啊在外面啊，它就会比如说眼啊眼识通过眼根走出来看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啊，就是看这个世界啊，然后呢，我们的耳识呢，通过耳根啊出来干什么呢？去听这个啊声音啊，那么这个看到的、听到的啊、接触到的这些就叫做六尘啊、六贼啊、六根啊、六尘啊是对应的。六贼也可以叫做这个也可以叫做六识啊六识因为这个六识呢它像贼啊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啊没有正悟的人的这些这个眼耳鼻舌身呢啊它就像贼一样啊偷别人的东西啊它就会偷啊我们的戒陀的财物啊会走因为我们眼睛看到了以后呢然后啊就是这个产生了
这个执着，然后再产生了烦恼，然后呢再产生这个杀盗淫妄的这个行为这样子就断掉了这个慧根断掉了善根所以它会摧毁我们的，夺走了我们的解脱的财物，所以就是六贼。六贼、六门、六尘，六尘就是外面的这个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就是这些了。那么如果没有正悟的话这个六贼从六门出来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去执着六尘执着六尘。但是现在正悟了以后就不一样了。那正悟了以后呢他们仍然会出来的。出来了以后就不一样，以后怎么不一样呢？就是六尘中不离不染原来就是不是不离不染了，原来就是会一定会这个染污会染污这个染就是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的心就执有我们的意识呢就有执着，然后我们的眼睛呢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因为它也会执着。他也会执着，他也因为没有真物他也会执着。主要的执着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意识所以他是被这个六尘染污了执着就是染污。但是现在呢他因为真物了，所以呢他是不离不染。不离的意思就是说眼睛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所以就不需要离开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但是凡夫没有正悟的人的听和看看和听跟正悟的人的听和看是不一样。没有正悟的人听看就是不离但是不是不然就不离就染污了他就不离开这些这个外境然后就是被外境染污，就是执着了。开悟的人呢就不一样了他就不然不离不染。那这个这种行为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行为。这个行为在大圆满在大圆满当中呢这叫做六根自解脱六根自解脱。大圆满里面呢，比如说龙清法的大圆满里面呢有三种自解脱。三种自解脱三本书三种自解脱都是大圆满的修法。那这个自解脱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不然不然就是自解脱，自己解脱自然的解脱，或者是自然的解脱也可以的那么六根自解脱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但是也不会产生烦恼，所以呢它不会造业，不会造业然后我们的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他们所有的都不会去造业，不会造业，所以呢它不会染不会有染污，所以它是解脱六根自解脱这个是大圆满的这个俗语，大圆满的俗语在禅宗里面没有这么讲那禅宗里面讲的这个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和这个于六尘中不离不染实际上这个就叫做六根自解脱。乃取自由乃取自由，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之前呢不是自乃取自由了，比如说眼睛看到某个东西的时候呢喜欢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希望继续看，不喜欢的东西呢然后呢就是不想看那现在就是不一样了因为这些都是就因为没有这些执着了以后呢乃取自由即是稳执即是般若三昧，这叫做般若三昧自在解脱这个就叫做自在解脱。这个时候呢真正的证悟了那么证悟了以后呢，然后证悟以后呢，那就是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没有证悟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了两个人同样去看
一个同样的，比如说东西啊，两个人，比如说一个正午的人和没有正午的人，同时去参加一种娱乐活动啊，两个人去看电影啊，那么没有正午的人呢，看到电影以后呢，他不仅是现实的东西，对现实的东西有执着啊，连电影里面的这些东西啊都有执着，有些时候哭呀，有些时候笑啊，有些时候愤怒啊等等。但是正午的人呢他不但是对电影里面的这些画面没有执着，连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呢他也没有执着，他把电影里面的画面他就把现实生活看成电影的画面然后我们没有正悟的人呢，就电影的画面就看成现实生活就是这个区别。两个人同样的去看，但是呢一个是这个不来去不自不解脱不自在因为就因为这个外境给他带来这些烦恼不自在。那另外一个人正悟的人呢他就看到了他看到两个人看到的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没有这些烦恼，所以这个就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的。自在解脱命无念性这个心后面有个心这心字呢它是行为，这个就是无念，无念的见解和无念的行为虽然看到了万事万物比如说他照样的工作，照样的生活但是呢这生活和工作，对这个生活工作没有执着了那没有执着他为什么还要去生活呢，还要去工作呢？那这个不是因为有执着呀，他就是为了生存为了这个对家庭的这个负责呀等等，因为他是没有执着了，但是呢家里人呢其他人有执着呀，所以呢他也得要配合其他人就是为了其他人的生存和自己的这个生存去这个工作并不是人为他认为金钱地位是真实的，真实不虚的，所以要去这个追求，他没有这样子的追求但是呢他就是为了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异地以下的还没有达到异地的这个普通的众生要转世要轮回，转世轮回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业力就是业力。然后呢异地以上的异地到世地的这个菩萨他们也要转世他们也要转世。那他们转世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这个业力，而是这个慈悲性是慈悲。所以这个都是要轮回的，但是轮回的这个原因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造了业，所以就是轮回了然后异地以上的菩萨呢他不是因为他自己造罪就轮回是来度众生度众生慈悲他通过这个慈悲积蓄投胎，然后就尽快的完成他的生下的这个修行，然后呢完成了以后呢，最后就是彻底的成佛然后呢就是度众生，所以不一样这样子的。这叫做无念行这特别特别的有意义。但是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我们去学一学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实际上是做不到，没办法做到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由开始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在这个坛经的智慧品当中已经提到两次了，这前面提到一次，这个时候呢又开始讲这个特别重要还有就是后面的这个定慧品当中呢也提了，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坛经当中呢已经好多地方就提到这个这是就像禅宗，像大圆满大手印，像这一类的这个法门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说他说什么呢魔拜物不实这个就是说你们打坐的时候不要
啊，没有任何的思考啊，没有任何的思考就认为就是啊，这个真无了啊，没有那么简单啊，百无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想了啊，什么都不想了，就是心很平静呢，没有杂念呢啊，那是不是就是禅定了？是不是就真悟了呢？这个是不是禅定呢？啊，然后这根本不是禅定啊，当临念聚啊，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念头啊，念头都停止啊，停止，全部的念头停下来啊，停止。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认为它是禅定啊啊，比如说我们啊，把全部的这个念头啊，就是通过禅定呢 啊就把全部念头啊停止下来，然后念头全部停止了以后啊，停止以后呢，那肯定是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啊，因为没有念头没有杂念的时候呢，那心肯定是很非常平静的。然后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的平静啊，如果我们认为这是般若三昧啊，这是智慧，这是开悟，这是真悟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啊，所以这个就叫做发夫啊，这是一个对佛法的错误的理解啊，这个错误的理解呢，反而让我们就不让我们解脱啊，把我们束缚到这个轮回当中啊，那这个错误的这种啊这个状态呢，把我们安排到轮回的什么地方呢？啊，就是色界和无色界，啊，就是修这种法啊，修这种法，修这种禅定，修这种禅定，然后没有真悟啊，反而认为这是这个禅定，啊，这是开悟。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人啊，在这个状态当中啊，如果没有什么进步，这样子死了的话，那下意识呢，他就会投身到啊，色界和无色界，然后色界无色界啊当中呢，他就这个就几万年啊，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当中呢，就是一直都是就停留在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啊，不会有杂念，因为尤其是像这个无色界的众生啊，他投身的时候就啊，第一瞬间就开始进入了这个禅定了，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他没有任何杂念啊，但是最后要死亡的时候呢，啊，所有杂念都恢复了啊，所有杂念恢复，这个时候呢又回到轮回了。所以我们啊，就是我平时都是有点担心的，担心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呢，很多的寺庙啊，也就打禅期啊，然后我们很多人也去参加。啊，当然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但是有一个担忧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啊，就心平静啊，什么都不想啊，然后就所有杂念离开了以后呢，然后就感觉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啊，那这个状态呢，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境界啊，当作一个真悟的境界来修啊，然后认为这是开悟啊，这是这个禅宗讲的这个啊禅啊。啊，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些某些禅师啊，也这样子告诉大家，然后呢，我们去大这个修禅啊，这个大这个禅起的人呢，也就是停留在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啊，然后呢啊，就认为这是啊真悟啊，这有也许有这样子的事情啊，如果有这样子，那这个是非常的严重了啊。暂时我们不证悟是没有关系的啊，任何一个人就开始打坐，一开始打坐就证悟，这个是像六祖慧能这样子的人以外是不可能了啊，暂时不证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错误的理解这个证悟啊，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我们一辈子啊都是在这个当中啊，从这个当中出不来啊，那这个就很，所以呢这个里面讲这个就是发缚啊，就是佛法的错误的理解啊，最后呢又把我们这个束缚到轮回当中啊，束缚到轮回当中，怎么束缚呢？就让我们投身到色界和无色界当中去啊，然后在这个色界和无色界当中啊，就是停留啊，就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都在这个状态当中啊，但最后到头来啊，死亡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收获啊，还不需要轮回，
啊，没有任何手火，没有任何的这个啊金补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发肤是这意思啊，大家要准确的理解。怎么是发肤呢？这不是是一个是是不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叫发肤呢？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这个错误的理解啊，然后呢？这个错误的理解让我们投身到色界、无色界，而这个投色界、无色界当中啊，这么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啊，没有任何的机会啊，念修菩提心、修出离心这样子的机会啊都没有的，因为他是没有任何的思维，没有任何思维，一旦一出生的时候就啊是非常平静的状态，但是这个是。平静而已啊，这个平静当中呢，他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啊，只是心平静啊，至少在这个阶段当中啊，是啊，最多顶多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是没有明显的烦恼而已啊，所以最后呢也没有解决烦恼啊，这叫做这个发福啊，即命变见啊，变见这个很重要啊，即命变见，那这个就是叫什么呢？也叫做变见啊，变就是在这个佛经里面呢，尤其是像中观啊当中呢，这变啊是一个非常啊，变就是极端的意思啊，堕落啊，堕落的意思，啊，变就是堕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啊非常严重问题了啊，是极端啊，是一个极端的啊错误啊，即命变见啊。变啊，有思变、长间、断间啊，然后就是还有这个啊，这个长和短，还有就是非长非短啊，即长即短这样子思变。那这思变当中的这个是属于哪一边呢？就是断间啊，断间，这是断间啊，所以就是明即明变见，实际上就四个变当中的断间。那这个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这个证悟啊，这个是慧能大师呢啊说的非常的周到啊，慧能大师他也就是深深的体会到啊，很未来的很多人呢会走错路的啊，走错，因为这个是一个禅宗大圆满大手印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非常非常容易啊走错的一个这样子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坛经》里面呢，也就经常就提到了啊，《大圆满》里面呢，啊，也就是把这个呢，就专门作为一个难题啊，作为一个难题来揭示，特别重要的啊，对修行人的实修来说，非常非常的啊重要。我们很多的这些啊，这个啊。这些书啊，现代人写的这个书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带了一个两个禅期的很多人也就是讲啊，就是带了禅期有什么什么感觉啊，就等等，这些感觉当然会有的啊，会有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平时呢，我们的意识啊就是处于一种这个波动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呢有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这些感觉啊，然后呢没有这些波动的时候呢又会有其他的感觉啊，其他的感受啊，那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把人的心静下来了以后呢会出现啊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没有接触过的这样子的感受啊，这个是有的，这是正常的。但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感受啊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这个成就啊，或者是境界，这根本就不是境界啊，不能这样子认为啊，这个就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这个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有可能我们一辈子从这洞里出不来啊，有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坛经当中啊反复的提到啊，不次一就就连智慧品里面呢都讲过两次了啊，后面他还在讲啊，这非常的重要，这个一定一定要啊分开啊，这个一定要分开啊，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啊，一定要知道这个真无根啊，我前几天也讲过啊，五年啊这么一个字啊，有正确的和有错误的啊，错误的五年是什么？就是这个。错误的无念就是
百无不是啊，什么都不像啊，所有的这些念头啊，断绝啊，停滞啊，停滞。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顶多啊，它就是一种极致啊，极致的禅定，极致的禅定呢啊，外道啊，外道也是有的啊，外道也有极致的禅定，所以这跟禅宗的这个啊精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能让我们得解脱啊，所以呢，不能陷入啊这当中啊。这是一个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啊，这是一种陷阱啊，特别的要注意，所以叫做己明辨见啊，断见。悟无念法者啊，万法精通啊。那悟无念法的人呢，那根本不是这样子。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你看前面的啊，就是百识百无不是啊，百无不是而已，没有念头啊。后面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百无不是啊，而是这个万法精通啊。前面呢没有万法精通，这是心平静而已啊。百无不是呢，就是心平静啊。后面的就不一样，不仅仅是个心平静啊，就是万法精通啊，就是这个区别啊。大圆满里面呢也有非常非常的强调这两个，前面的啊。就是一个悟极的状态啊，悟极的状态既不是山又不是恶啊，一个悟极的状态，平静的啊，有可能是极致啊，有可能还没有达到标准的极致啊，这是暂时啊，心平静，这种心平静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些药物。也可以让人的心可以平静的，可以达到啊。这个是物质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作用啊。比如说化学，还有这个植物啊，以及动物身上的一些物质啊，对人体是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啊。然后呢，对人体对大脑产生了反应了以后呢，对人的精神啊，也就间接的就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呢，有些药物、有些物质呢，让我们特别的兴奋啊；有些药物呢，让我们特别的淡定啊；有些药物呢，让我们特别的啊，就是感官不仅仅是意识啊，在感官上面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错觉、幻觉啊。所以这个啊，药物也可以暂时性的啊，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药物。啊，某一种化学或者植物呢，也可以让我们非常的平静啊、但是这个物质的作用消失的时候呢，啊，一切都恢复了啊，没有用。所以这些都是，千万不能啊，认为这些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呢。我们作为一个修这个走解脱道的人来讲。啊，那这些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啊，啊，不能走这样子的路啊。当然，比如说世俗的人，他本来就不追求解脱、证悟空心啊，只是希望自己的心平静啊，然后不要那么的浮躁啊，调整一下心态啊。那这种人呢，啊，当然这个是可以的，啊，可以。当我们学佛的人啊，目的不一样，目标。啊，不一样，初衷不一样，所以呢，啊，就是不能陷入啊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禅定当中啊，所以这很有非常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啊是百无不舍的，一个是万法精通的啊，就区别就在这里。悟无念法者啊，见诸佛境界啊，他就看到了诸佛的这个境界。悟无念法者啊，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啊，现在还不是佛的地位啊，但是呢，他已经见到了内在的啊这个法身佛啊，所以呢啊也就暂时也就叫这个至啊佛的地位啊，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就很快就啊到达佛的地位啊，所以呢就叫至佛的地位啊，也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现在啊，比如说当下呢啊，虽然是这个万法精通了啊，但是呢
还没有成佛这样子啊。然后这个万法精通呢，也大家也不要理解为这个证悟了以后呢，万法精通，那就是疏离化，什么东西都精通了，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这个万法精通就是说万事万物的本质啊，万事万物的本心，它就证悟了啊，它就证悟了，这就它证悟了万事万物的本质。但是呢，它不一定证悟，它不一定他不一定学会了啊万事万物，但是他证悟了万事万物的本质啊，本质和万事万物啊的表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样子理解。然后这一部分呢，确实是特别的重要啊，大家要重视啊，作为一个修解脱的人啊来说啊，就是希望自己开悟证悟的人来说，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后面就是说善知识，后代的无法者啊，未来的这个几千年当中啊，就是能够得到啊这个慧能大师就是说啊，能够得到我的这个法脉的人啊，未来。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常见五法身。如果证悟的话啊，再过一万年以后啊，几十万年以后呢，还可以看到慧能大师啊。但是看到的不是慧能大师的肉身，而是看到的是他的法身啊。所以呢，他就讲了这个，常见五法身啊。我们去见啊，这个慧能大师的这个肉身啊，也可以的啊。但是他更重要的就是要看到慧能大师的法身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然后慧能大师的法身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的法身啊，也是我们自己的法身。其实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的法身的时候呢，也就是等于看见了慧能大师的法身啊，不仅仅是慧能大师的法身啊，这个时候我们也见到了这个诸佛菩萨啊，十方三世啊诸佛菩萨的法身。因为这个法身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分别，都是一个大平等啊，所以呢，就见到了这个法身的时候呢，啊，任何佛、任何菩萨的法身啊，都见到了啊，就所以呢，就是慧能大师说啊，未来的这个几千年啊当中啊，修禅定啊证悟的人呢，他们都能够看到啊我的法身，然后呢，不离汝左右啊，我就不会离开你们的啊，我不在你们的左边，就在你们的右边啊。不离汝左右，善知识，将此顿教法门，同见啊，同信啊，就是未来啊，这个禅宗的这个顿悟的法门呢啊，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啊可以讲啊？那就是同见。啊，同心啊，跟我们同样的这个有同样的见解啊，有同样的行为，也就是说，能够接受啊这个顿教法门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导游啊，然后呢，大家应该啊法缘受持啊，那么这样子的人呢啊，就是应该啊受持这个顿教啊，就是禅宗的法。因为这个法啊，为什么要受持呢？因为这个法特别特别的殊胜啊，殊胜到什么程度呢？啊，汝实佛骨啊，就是他就是等于就是佛啊，等于就是佛啊。当然呢，因为他就能够让我们看到诸佛菩萨的啊这个法身啊，一个这么殊胜的方法啊，所以呢，他就跟佛一样的。所以啊，就是通见通心的这些学佛的人应该发愿，大家啊要受持啊这个顿教法门，终身受持而不退者啊，应该这个终身啊修行啊学习
尤其是这个要嗅啊，然后就是这个，这叫做这个手齿啊，不推之，鼎如省为啊。如果我们就是能够终生啊修这个钝角法门的话呢，那他一定会啊，一定会就如金如啊这个身位啊，甚至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比如说像菩萨的一滴呀 啊就是这些了啊，或者是成佛。然许串受事啊，那这个我们啊讲的时候，传授的时候啊，我们怎么穿呢？啊，也就是说需要穿啊，这个是需要穿的。穿的时候怎么穿啊？从上移来啊，上移来就是说从这个大目祖时，或者是之前更早的时候啊，这个禅宗的一代一代一代的，像这个悟祖啊，弘忍大师之前的啊，所有的这些传承的啊，传承的上师们啊，就是从上依赖啊，就是这意思啊，祖师大德们依赖，从早期的啊，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祖师大德们依赖啊，就是默然而复于法啊，这个讲的时候呢啊，就是默默无闻的去讲啊。就是这个禅宗呢，就是要默然，就是要心传心啊，不离文字啊，不离文字，就是必须要心传心啊。那这就是这个默然浮语法啊，这个还是要给的啊。如果我们遇到了啊，遇到了这个适合啊这个禅宗的啊这样子的根基的人的时候呢啊，要传。啊，一定要串，但是串的时候呢，啊，就是要啊，这个心传心啊，心传心啊，这样子串，需要串的发大识缘啊，发什么大识缘呢？第一个啊，我们这个啊，受持这个禅宗的法门啊，就是首先自己学习啊，然后修心啊，修心自己证悟了以后呢，再去传授。啊，这就是发要发这样子的愿啊，发大誓愿，不推菩提啊，几许吩咐啊，就是根据人的情况啊，去这个给予啊这个法门，给予这个法啊，就给大家根据人的情况啊，就是什么样的人啊，对什么样的人啊，该传什么样的法。啊，这个是首先要分清楚啊，然后就是吩咐分开的啊，给予根据人的情况，根据人的这个根基来啊，这个讲这个法，给予这个法。若不通简洁啊，无有志愿。然后呢，刚才前面讲过了，通简通心啊，就是说对这个禅宗的这个法有这个啊信心的，能够接受的啊，这样子的人当中呢，要去传，要去讲啊，然后呢啊，如果是没有啊这样子的这个不同见解啊，就是不能接受啊这样子的这个简洁参宗的这个见解啊，不认同的，然后就没有一志愿，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兴趣的人啊，对禅宗的法没有什么兴趣的人当中呢，再再出出武王宣传啊，任何时候哦，在这样子的地方，这样子的时候呢，在任何地方啊都不能讲啊，不能宣传，不要随便宣传，不要随便讲啊，为什么呢？就是顺彼前人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对啊，前人就是前面的祖师大德们啊的这个法啊，会浪费了啊，会浪费了，就是会损坏了啊，所以就不能讲啊。究竟无益啊，这样讲也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还有就是不单是没有意义啊，更严重的是什么呢？若愚人不接啊，如果把这么禅宗的这个深奥的东西。啊，降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当中呢，有些人啊，就是不能理解
啊，那不能理解的时候呢，满词法门就是会毁谤啊，毁谤这个法门。毁谤了这个法门以后呢，啊，毁谤这个法门以后呢，百劫完结，欠生断佛中性啊，就是百劫完结啊，成千上万生啊，他生死成千上万次的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断绝了。他的这个佛的中性啊，佛众啊，彻底的摧毁了他的这个佛缘啊，就是诽谤了这法以后呢啊，有可能就遭罪堕地狱啊啊，然后呢就是很长时间他就没有这个法缘了啊，就损这个破坏他的这个摧毁他的法缘和佛缘啊，所以这个一定啊，然后这个根基啊，特别重要，不要随便讲啊。那么这个就跟啊密宗是一样啊，密宗密啊就是保密啊。为什么要保密呢？也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啊。他这里也就是讲勿妄宣传啊，勿妄宣传就是要保密的意思了啊。密宗它也不是绝对的保密啊。如果有这个这边讲的，比如说就像这里讲的啊，就如果有同见。啊，通行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密宗也要观定的，也要传法的，一定要传的跟这是一样。但如果是遇到啊不理解的人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也不能讲啊，所以就是要保密，所以叫做密宗啊。为什么要保密呢？因为这个不是密宗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别人啊不能理解，不能理解的话呢，那就是不但是不能帮助到这些人，反而。啊，就害了这些人啊，拜戒完戒，前生断佛中心啊，所以呢啊，这密法啊，密宗也是不能随便讲的啊，密宗也不能随便讲，不能随便讲，不讲的原因啊，他要保密的原因呢，就是为了保护啊这些人的善根啊，因为这些人的善根，这些小根基啊，小智慧人的这个。根啊，这个山根啊，佛缘和法缘啊，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啊，非常脆弱的啊。所以，如果一点点啊大乘的，比如说像佛心呐、啊空心呐、啊，那这些啊，就一点点的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都对他们啊有很大的啊打击啊。所以呢，就是要保护他们的啊这个根基山根。是特别的重要，所以他们不理解的话，那就要保密啊。对理解的人讲，不能理解的人就不要去讲啊。这样子以后呢，啊，这个下等根基的啊人呢，他也可以去学啊一些适合他自己的啊这样子的法门啊。否则的话呢，啊，他就一开始。啊，下等根基的人就是给他们讲一个这么深奥的法啊，然后呢，他就产生了啊这个邪见啊，谤法啊，彻底的就摧毁了他的善根啊，就伤害了，就害了他了啊。所以呢，这个传法的时候呢，因为这么深奥的这个法啊，那就是必须要啊掌握啊这个人们的啊根基。啊，必须要掌握人们的根基，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好，这以上啊，我们就讲完了这个六祖坛经的啊，这个智慧品的啊，全部的这个内容啊，智慧品的全部的内容，智慧品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啊。实际上这个智慧品啊，是整个这个坛经当中的这个精华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两个啊。实际上这虽然这个它分了这个章节的这些版本呢，啊，它就分了十个啊十品。那这十品当中呢，啊，它的真正的精华啊，就这么几个啊，这么几品。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呢，啊，就是这个智慧品。啊，智慧品呢，整个的这个坛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部分。但是我们看到了啊，这个坛经里面呢，它讲了很多关于简洁啊
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间接啊，关于间接方面呢讲的多啊，但这些间接啊怎么样去修啊，具体的一些方法呢啊，在这些文字里面啊是看不出来的啊，看不出来啊。那后面呢还有几品当中呢，他讲了一些这个方法啊，也是比较笼统的啊啊，这个禅这个啊很多具体的方法呢，可能是还要找其他的啊禅宗的啊这个诀窍来修啊。因为这里面为什么不讲呢，因为像六祖慧能大师他自己啊这样子的这个蹲啊这样子的立根的人来说呢，那他就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这就是方法啊，方法就是这个，禅定就是这个，智慧也是这个啊啊，我们即将啊要讲的这个极品里面呢也就讲到了，这个就是禅定，这个就是啊智慧，没有别的了。对他来讲啊，他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呢不需要太多的方法了啊。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是像慧能大师这种根基啊，那其他的普通根基的人呢啊，那就是比较适合这个神修大师的啊这种方法啊，这个不是顿悟啊，就是见悟啊，间接的啊真悟。那这种间接的真悟的方法呢，实际上啊，像这个大圆满呢，它也就是真正的大圆满的它的核心的部分，或者是它的正式的这个内容啊，它也是顿悟啊。但是因为它考虑了这个顿悟呢，为了适合所有的人啊，那前面啊就加了四加行和五加行，像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言教啊，这么厚一本书里面呢，讲的都不是大圆满的具真实的内容啊，但是它也叫做大圆满，它是大圆满的前心的部分啊。有了这个前心的部分以后呢，最后面的顶尖的啊，这个大圆满就适合所有人了啊，因为所有人的根基呢，就是通过这个前心啊，就提高了，提高了以后呢，啊，就是最后的啊，这核心的部分是适合的，适合大家的，啊，适合大家。然后这个禅宗啊，也是需要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对普通人来讲啊，普通人来讲，神修大师的啊，这种这个。剑门啊的修法是比较合适的啊。那剑门间接的修，间接怎么修呢？修法在哪里呢？啊，间接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层次呢？啊，那这也就是需要一个规范啊，是个模式化的这样子的修行，才能够啊，我们能够这个啊这个学得清楚啊，然后我们就修得比较踏实啊。那这些呢？可能我们不是在坛经里面学啊，而是在其他的禅宗的书啊，或者是直接从禅师门的口里学啊。但是真正这样子的禅师现在有多少，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但肯定是有的啊，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在哪里是谁啊，这个我都不知道，不清楚的啊，不太了解啊，肯定是有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这个修这个之前我们讲的这个部分的话啊，那就首先就是修四加行啊五加行，把四加行五加行全部修完啊，然后呢再修啊，到最后的时候呢然后有几个选择啊，一个是四加行五加行全部完了以后呢，你可以观定啊去修大圆满。如果还不想修大圆满，不想观定啊，那也可以四加行和五加行修完了以后呢，就修这个慧能大师的这个顿教法门。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很容易的证悟了啊，有可能很容易证悟。实际上呢这也就是符合这个神修大师的这个间门的修法啊。但神修大师的这个间门的修法怎么样一个渐进啊，循序渐进的这个方法啊，是在哪里呢？
那这个神球大师的这个巧诀里面呢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像这个四家星啊、五家星啊，那这些是完全是可以替代的啊，替代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啊。那最后的部分呢，就是用大圆满，或者是用禅宗啊，都可以啊，都能够让我们证悟啊，都能够让我们证悟。但是啊，如果像七生成佛啊，像这个红生成就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唯一就是大圆满啊，才有这些方法。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修法里面呢，没有这些方法的啊。所以如果先暂时啊不考虑红生成就啊、七生成都没关系，慢慢来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四加行、五加行修完了以后呢，啊就可以修这个禅宗啊，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我觉得这样子修的话呢，比如说禅宗它本来也有一种这个禅经双修，比如说经图和禅宗的一个双修的方法啊，结合的方法啊。然后呢也可以用一个这个现迷双修这样子，也或者是一个禅迷双修，但是迷用的是前面的部分了，前面的部分来补充，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修这个禅宗的最后的这个部分。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也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禅宗的这些法门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相信是一个非常深奥的法这是肯定是这样子了很多时候呢跟大圆满的一些部分的内容完全是没有区别的但这个也不等于整个的大圆满只是部分的内容是完全没有区别的但是要证悟是理论或者是他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把这个我们去证悟的话呢，那也得要有具体的方法才能够我们能够证悟这个文字上说得很深奥，但是呢这个也不一定我们能够证悟需要有具体的方法所以具体方法呢，我们在这个前面加个四加星、五加星，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有用的那这是要大家自己这个选择反正可以说，总而言之，我们这一辈子当中呢，一定要下定决心，一定要证悟的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的，这个机会是不能放弃的一定要这个证悟那证悟呢？用什么方法去证悟？用大圆满去证悟，用这个禅宗的方法去证悟都可以的都最后呢都能够达到这个同样的境界那这个就是我们看自己的个人的心性学大圆满也可以学禅宗也可以，但是前面的这个四加行、五加行、出离心、菩提心那是在这个密法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好的具体的思维的方法，这大家都很清楚的这个是特别重要。修了这个以后呢它就把让我们的根基成熟了就差不多可以达到慧能大师，当然不能达到一模一样，但是比较接近的这种根基了那这个时候去学禅宗，也有可能很快就证悟了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我认为是很好的建议大家可以这样子修。好，我们今天呢这个课就讲到这里了然后呢我们下一堂课里面呢就是继续讲这个坛经的一些其他的几品然后呢这品呢智慧品就讲完了。好，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不提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下一堂课里面大家可以提问我们最后呢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回向。Sonam dayi tamjo zubanya donne nibe dana banshe jirga nanje walon jubayi jibin zolin jwa jwar shoh Om Om
Banzangara Bama Sadhaṁ.